快点，给我大口大口的吃下去！用力的吞下去！吞不下去，教练都快吐了。什么快吐了？快点！教练，他们不吃，我吃得下。你别吃了，你看你的肚子像坡。你看看人家，袁飞表现得多好，第三盘了。教练说有道理，为了训练，为了柔道。别混了，快点吃。好吃。快点吃啊！接下来是高强度的训练，饮食计划也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快点吃啊！不要有小动作。教练，你不是练柔道，你是培养下一个乔宇。不可能，说什么呢？你别再吃了。我吃饼干啊。所有的热量都会在训练当中给消耗掉的，不可能变胖子的，懂吗？刚才那么高兴。好吃，好吃，对吧？多吃点。吃饼干。快点吃。吃啊，吃。别混了，快点。教练好。教练好。林健。哎呦，柔道队今天在餐桌上特训啊。辛苦，辛苦，关你什么事啊？猜测不错嘛，啊？哎，袁飞，你这个塑料袋也是特训的一部分啊？好了好了，我们走了，走了。难怪你吃的多，吃这么多就是全放在里面了。林健，教练，我们柔道队啊，了不起啊，吃三盘呢，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给我吞一下去。不要，教练，这很恶心呐！你也知道恶心啊？那你还吐？那你就把我们这些都吃下去。不是，教练他没吃，要补回来。我们是一个团队的，大家帮我吃。教练，我先帮他吃。哎，不要客气啊，不要客气。别吃了。